陛下，方才禁军来报，说福大小姐今天一早出门，和张侍郎一起前往疫情区。又和张永耀在一起。国父，给朕调一队禁军，朕要前往疫情区巡视看望灾民。是，口供已有，我们该回去向陛下禀报了。福大小姐，福大小姐，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呀。御宅还有一事，想要请王先生帮忙，请您将这几封信件分别临摹一份。好，好。收到求救信号，撤！是。快快！哎，我脚崴了，只能休息片刻，我们得赶快回府衙。好吧。怎么样了，张侍郎？张侍郎，张侍郎，快把张侍郎送去救治！玉蝉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。我们刚抓到伪造信件的王大千，正带着口供在返回衙门的路上，突然冲出来一群黑衣人要刺杀王大千。张侍郎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。你不必过于自责，朕定会命人全力救治张侍郎。王大千呢？陛下，王大千一定是方才趁乱逃跑的，他是此案关键证人，一定要活着将他找回来。朕定会命禁军全城搜索，胆敢在朕的眼皮底下刺杀朝廷命官，朕定不会放。